大家好啊！而家讲嘅嘢虽然咧叫做位置计数法，系啊，听个名好似好复杂咁，其实好简单嘅。事不宜迟，我哋而家开始讲讲。咁啊，讲完之后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大家都应该会觉得好简单噶嘛。好啦，开始啦。条题目咧就系咁嘅，系啦，要大家揾出喺呢一个数字入边七嘅位置嘅位数系乜嘢？咁咧呢个就系13746。咁咧呢条题目要点样做咧？其实就系想大家拆开呢一个数字，点样拆法咧？好简单，六咧呢个系个位，咁咧即系等于六乘以一，咁咧十位咧系四。咁即係四乘以講明十位啊嘛，咁就即係四乘以十。七咧喺呢度係啦，係八位。咁咧就係七乘以一百係啦，八位。咁啊，大家聽翻個數字，即係跟翻個數字點樣讀，就點樣拆個數字就得噶啦。三千，咁即係三乘以一千。最後係啦，一萬又將佢拆開啦，一乘以一萬，咁就係咁啦。咁如果將呢堆數字加埋佢咧，咁就會出翻我哋所得嘅數13746啦。咁所以個答案咧，係啊，個答案咧，呢一條嘅答案咧。七咧就係喺呢個八位度嘅，咁所以就係、是、大家都見到七乘以一百啊嘛，咁七代表嘅就係八，咁所以七咧就喺個八位度嘅。咁啊，如果嫌嗰啲字寫核突嘅話，咁啊大家可以睇下有一個彩色嘅答案係啦，就係咁寫法嘅。只不過啱啱我打洞寫嘅呢個打橫寫咁解嘅啫。咁嗱，重複多一次。sorry 啊，重複多一次，一乘以一萬，加三乘以一千，加三乘以一千，加七乘以一百，加四乘以十，加六乘以一，咁啊，其實呢一個拆法咧就好簡單嘅，係啊，咁但係點解要講呢一樣嘢咧？有時關呢、這個就同我哋後邊一啲。進位制有關係嘅，咁呢個係課後邊嘅一個進階版嘅鋪墊。咁啊喺呢度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個係一萬，呢個係一千，呢個一百，呢個十啦。咁咧，如果我哋再簡化啲嘅話咧，或者進一步將呢條等式進一步變化嘅話咧，咁呢個一萬，由於大家如果識次方嘅話，這個就等於十嘅四次方。咁如果唔識嘅話咧，咁其實就這個係解一後面有四個零咁解，係啦。咁就叫十嘅四次方。咁同樣道理，這個可以變化成為十嘅三次方，一後面有三個一二三三個零，就係十嘅三次方。咁這個咧就係十嘅二次方，然後這個順理成章咧就成為十嘅一次方啦。亦即係會變成以下嘅呢一條式，係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個係一乘以十嘅四次方，三乘以十嘅三次方，七乘以十嘅二次方，同埋四乘以十嘅一次方，咁咧就係咁多啦。咁到最後咧，俾一條題目俾大家嘗試揾出，嘗試揾出啊，係啊，四。在以下這一堆數字四的位數是什麼，應該都不是很難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找出這四個數字四的位數的答案是什麼。 OK